嗨，晚上好。哎呀，太呆了，这个发型配上眼镜。嗨，晚上好。哎，我现在好傻，很像那个。我很像那个什么，想想里面就是很久以前一个电视剧，谢谢修芬森的恶魔，就是他有一个叫什么丑女无敌，我现在。就很像那个零无敌，真的很像。但真的很搞笑，这个，而且我那会儿是为什么戴了眼镜？因为我眼睛稍微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心想我就戴眼镜吧。对，就是很突然做这个傻妞的发型。是吗？因为今天。而且这个发型怎么说呢？拍的照片可能衣服吧，你们感觉你们也不会太有什么很惊喜的样子，但是造型可能不是很常见。谢谢各一个的大赏，我像一只水母，一只水母。对，今天我的造型其实就是这个造型。主要是在下午待久了，这一下午，然后感觉已经没什么妆了，就是嘴巴都已经掉了。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斤奶昔的糖果，而且刘海打绺，他给我喷的这个发胶并不是很强效。谢谢鞋底的大神。谢谢铁锅炖派蒙的糖果，谢谢鸡腿的大神。哎呦，我今天又忘了办卡，哎，不是忘了办卡，是拍完照已经，没有营业厅开门了。谢谢鸡腿的大神，我只能明天再说了。不是感觉困吗？对呀，但是我说了我要直播，那我肯定就会直播的。哼哼。对，但我没有提前预约上。我在小程序上找了半天，我都没找到提前预约的地方在哪里。难道要下 APP 吗？谢谢快乐 emo 的大闪。现在还困吗？一点点吧，但还好。准备吃点啥？不吃了，我感觉我吃挺多的，我感觉我胖，就是很肿。对，要吃面包了。一会儿真的要吃面包了，不然就过期了。谢谢，好想吃卤肉饭的秋天奶茶。晚上好吃的，因为好久没吃了，然后我就吃了很多，就是我就吃的还挺多的。谢谢，祝你成不可用的大神。对呀，但是一天的保质期，我今天还能吃，坚决不能浪费。明天就不能吃了，明天就过期了。所以我说，我今天就算撑，我也要把它撑吃了。因为是昨天晚上买的，其实就应该今天早上吃，因为他昨天已经在面包店放了。所以说我真的是，唉，对，我今天吃的还是挺饱的。哎呦，这个造型真的好傻，像那个乡村小妹弹个吉他，这样子，是叫什么来着？巴黎贝甜的，谢谢
皮卡丘丘被污蔑版的九十九。你们怎么这把我这是？你们当我是包拯啊？把我这是当那个法院？把我这是当那个开封府是吗？然后我是包拯，然后给你们判案，还有一个被欺负的，哎呀，怎么谢谢白靠被囚欺负版的大闪。哦，怎么，哎，你们怎么名字都改了，我才发现。谢谢牛牛奥利奥羊仔版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哦，你们怎么都加括号名字了，你搞得我也想跟个队形。我没有月亮，我头上没有月亮，所以我就，哎呀，越看越傻。我这个眉毛画太浓了，我才发现哪里不太对。我这个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眉毛画浓。谢谢隔离福斯七七的南瓜派对。天呐，我就是，我眉毛啊，对，虽然说我眉毛本来就浓，但是我一画了这个就显得更浓了，然后就是说有一点傻，我现在就很傻，我傻嘛，我很傻，我好傻呀，天哪，我这个眉毛，对啊，我乡村少女版的，对，是本来就浓的。哦，我也是，我看大家都改了，我就也有点想改。嗯，谢谢皮卡丘被污蔑版的万圣夜，谢谢你的万圣夜。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是眉毛吧，眉毛选的，然后可以再抱一把吉他，就是乡村吉他这种。今天其实不是很冷，我穿着这个就也没有觉得太冷。可能是没有在外面待太久吧。谢谢 Device 的糖果。我也觉得，对，就是很好笑，但没有办法，我现在这个好笑也就好笑这么一天。对，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想到他这么爆炸，因为我以为今天他给我电发根，他。没有给我电发根，他电发根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那种三个大卷的那种大卷棒子。火箭为什么是火箭？是我头太尖了吗？哦，他这给我垫了个头尖，还给我。谢谢魔法少年杨圆圆的巧克力。对，就变成了三角形。你拔了智齿，脸有笑点吗？我觉得是，感觉是有的吧，因为我之前这边比这边要大一点，但拔完之后就感觉稍微好了一点。谢谢瑞小可爱的大闪，确实，但这个抓起来都是妆，头发怎么这样？就是做实验炸掉了。谢谢 CZ 的恶魔头饰。火箭是一只熊啊，是吗？我不知道呀，我比较那个什么，上世纪工厂，对，我们在就像今天说的钢铁厂，对，今天拍摄还是很快的，感觉像我们平时拍深写一样。对，真的这边就是比就这边小，就是比之前小。哦。那个浣熊，那个干脆面叫火箭呀。哦，原来那个干脆面它的名字叫火箭。好，我今天知道它的名字了。我每次就记得格鲁的。谢谢真正的单推的秋天奶茶，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对，我是假粉丝，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都记不住，我谁的名字都记不住。谢谢困惑不二的玫瑰，哎，我是不是说过了？晚上好。
不，Tony 的我也记不住，我都不知道他叫 Tony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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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啊，对，然后他演员叫小萝卜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不知道。嗯，谢谢扣班的两个玫瑰花。谢谢两只小猪猪的亲口背的玫瑰花儿。好了，我故意说的，我知道呀，我知道是唐尼，我自己还老叫，之前还叫过这个网名。道歉，我其实，在直播里哦，看你们道歉勋章没有特别的明显。不锈钢啊，这么着急啊？咱又不是说要完成任务，要必须那个啥，对吧？但我最近你们应该是看不到我的不锈钢的，我还没有打算学呢。感觉我暂时也跳不出来那种很性感的感觉吧。就是你看林姐那个不锈钢跳得多好呀，我到不了她那种程度，然后肯定跳得就不是很好。尤其是，就是有一段儿，就是再等等吧，嗯，确实就是我还需要再野一点，再野一点，我就没必要为了你们，就是在，对，现在有点收敛啊，那个跳这个歌肯定。哦，对，而且那首歌还得爬上去呢，是吧？我不知道啊，握手应该官方已经说了吧？有我那就是有我，没我那就是没我，但应该不可能没我的啊。我们到时候看吧。对的吧？有的，有的。因为是全员啊，怎么可能没我，对吧？这还用问吗？除非我自己请假，我说不。对吧？确实，最近很有点频繁，希望你们还有话跟我说，不然你们无话，对我无话可说，我就会拿一本书给你念，我说你既然不知道跟我说什么，那我就拿一本书给你念，给你念书。我给你背《三字经》，我给你背各种这个这那个这个那个，然后给你，对，我给你算塔罗，但是算塔罗就太坑钱了，我给你算塔罗的话，我会花费你很长的时间，然后把你的钱都有点浪费，就那个不券都有点浪费。B 说的我插不上话，好的，这是你说的啊。背岳阳楼记。笑话你啊！你们可以拖时间是吗？那你们厉害，教三角函数，教这个，教这个东西，教不会就不可以走。对哦，其实总选之后也给你们算过了，但是那个一般其实塔罗都是3个月内吧，对，马上期限又要到。不走可以不给，应该可以吧？只要就是你，就是你，只把自己粘在那个凳子上，算业绩嘛？我觉得就是会登，就是会统计啊，就会记住你是怎么样。教我说什么语？什么语啊？这是什么语？对，就是下次你们握手会，如果想让就是自己讲话的时间。长一点的话，你们自己带一个胶水，然后涂到凳子上，然后坐下，你就可以一直坐在那个凳子上，不管保安把你抬到哪里，你都在那个凳子上。谢谢 CZ 向求讨生活的大神。对，就是到时候你的心愿就满足，你就不会离开那把凳子。对。
如果他们搬走，那你也不会离开那个凳子呀，这样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就离不开凳子，那就不要裤子了啊，对。确实，那就这样，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跟那个 staff 粘在一起，你就因为这个肯定人家旁边的这 staff 是要上班的嘛，是要掐表的，然后你拿胶水把自己跟 staff 粘在一起，然后 staff 肯定就要先把你弄的，然后 staff 就开始，对。是，然后就可以这样。确实，不过他们一般都会穿外套的，那个外套一脱掉，然后就你就又得重新去粘别人了，或者是你们可以粘成一坨，你知道吧？就是你们找到自己的组织跟自己的熟人，你们粘成一坨，然后。你们把那个胶水把自己都粘成一坨，就你们这些现在的这些括号人，还有这些熟人啊，简称你们为括号人啊。现在就你们这些还有熟人没带括号的，或者熟人，反正只要认识的，然后你们就对把自己粘成一坨，站在那边。然后呢，staff 推也推不走，因为毕竟 staff 只有一两个，但是你们可是一坨啊，什么上是哎，对，然后就。就是在那边推都推不走你们，然后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话统一好，然后对着这儿喊，然后你们对，然后就等于是一坨人，然后一起，哎呦，有点痒，起了包嘛。不会射死，你也想过过。你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 staff 哦，那呱呱已经，我也已经两天没有那个跟呱呱发消息了。俄罗斯方块，俄罗斯，哎，怎么会这么痒？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不行，那会消掉的。对呀，他在那个北京，所以说肯定就会不能过来了。确实，这个我没有在搓脸，这边好痒，就感觉长了一个什么包，像过敏了似的，有点痒。但是挠不敢挠，但就是千万不要用手挠脸，就万一挠破了，万一挠破了，这可不好好啊。所以说，就蹭蹭就行了。眼镜儿都什么？当然有了，我眼镜儿都把脸戴变形了呀，这都窝回去了，对吧？明年要毕，对，他现在，算是在等着毕业了吧？对呀，弄破了可不好好。挠破了，利用胶水粘回去。哎呀，你可真是好办法呀！过敏吧，就他可能是头发丝儿。哦，这个细皮，没有，这个是一个500度的。谢谢 A 糖高效学习的秋天奶茶。透明胶，我之前用透明胶粘过眼镜儿的。这个卷毛我也是，我本来以为会非常的蓬松，但我一看，其实也还好，它都没有垫那个发根儿，我觉得都还行。谢谢皮卡丘被污蔑版的22个大闪，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看，就这几根儿，然后呢，它就是碰到这儿，然后就会有点痒，然后就会想蹭蹭。哦，那可能，那确实，那所以就，不太好过来。
是吗？那一开始还觉得这个发型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像那个什么，适合待在农场。谢谢百靠被球欺负版的巧克力，谢谢瑞小可爱帮球姐主持公道的大赏。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有助理了，对，像那个沙子，要去，我明天一定要去了，不然后天就公演了，就没有时间了，已经开始在扣我这个月的钱了，那个号，茶花女。没有，人家传花女好像是短发吧，我记得。真正小摩尔，摩尔的都没有这个发型，我记得。对，没想到我都没有一个人的这种助理。眼镜前面两个须，这个不是两个须须，这个是人家这个怎么叫呢？这个不叫须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也不叫隆须，你看你可以说我有点，这个叫人家在专业发型里面，人家这个叫，八字的那个刘海，对，我觉得它也算在刘海的啊，它其实也叫刘海，八字刘海，谢谢 DYS 的大神。对，它不叫什么须须，也不叫什么龙须，对，就是它的名字叫刘海。谢谢两只小猪的进口杯的大神。没错，就是，看到了吧？这个大概就是这样。谢谢从不掉链子的巧克力。对吧？你这是盲区了吧？你看没见过吧？很专，好专业，就是非常专业。公演可能，指不定哪天可以见到吧。他就是有点卷，跳起舞来就很炸，很飞。应该也能见到的，就是会容易乱跑什么的。看吧，然后我现在还在思考7号的那个蟾蜍什么头发，但这次肯定是直的了。谢谢懒迪的大闪，那不行，这次跳我绝对是要直发。我肯定不会再卷了，因为已经卷过一次了。然后，你们发现了吧？我现在又有点发黄了。谢谢不白熊的18个大神，是吧？发现了吧？就是，它又是稍微有一点点，就黄不拉几，又有点棕的那种。谢谢魔法少年王富贵的大闪。你刚刚还不是魔法少年那个谁谁谁？对，他不就是洗多了，他就掉色儿了。你头发也是这样，是吗？你头发之前也是漂过的吗？领不了那个，因为我不是聚一聚，我领不了华贵的那个，是吗？这个发型，不，人赫敏是披着的头发，我这扎住的。什么？你爸很喜欢我？啥玩意儿？真的假的？真的吗？你爸是几几年的呀？7几年的？谢谢七杯三分糖四级奶提的恶魔头饰。告诉我，告诉他的年份，告诉他的这个年代。74年。哎呦，这不是巧了吗？等一下，我想想，我爸也是74年的吧？我记得，对，他好像也是吧？我算一下，74，二减二，2021减，哎，七。
哎，等一下，2021减1974等于多少？因为一下子就是这个，哦，对，是个七，我在那会儿把这个七算出来，但是前面的那个还没暂时没心算出来呢，对，我好像对，好像我爸也是74年的，对吧？76还是74？7几来着？等一下，这个年份不太记得了，因为我这个对这个数字这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就记得就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74吧，有，然后我不是最近又在重温嘛，然后重温到了刚把第六部重啊不重温到第七部上，是吧？兰克老子都非常聪明。不是这么快，我不是很早就开始重新看了吗？我，想一想，我是什么时候？上个月，我从上个月还是上个月上上个月底来着，就是慢慢那么看什么的。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儿。你是说书吗？原著的书吗？那个那倒没有，我书没有看，我看的就是电影。是吗？因为我是，其实靠后面我都不太没有吧。我是从网站上看，只有七部，然后我就找七部。你的发小要生日了，送啥好呢？女的，她喜欢什么呀？你可以想一想她喜欢什么，然后你可以给她送她喜欢的东西。就比如说，或者是你要是给他过生日的话呢，你就可以带他去，然后给他买东西。会看我直播吗？会，他们会在 B 站上就会刷到，然后就会看，没完没了的看。谢谢 DYS 秋天奶茶。真的吗？哦，对，确实我也觉得还是蛮年轻的，因为之前我记得我也跟同学比较过，然后说什么啊，你爸是几几年？你爸是几年？我就记得应该是94，应该没有记错。相隔2000多公里，晚上好。对，就是会一直看，就是因为你点了一个关于你的视频，底下就会有别的关于你的视频，一直在弹，然后就可能会看。哇，你00年，然后你爸64年，哦，那就比我爸大。谢谢是小鹿啊，旺仔的40个大山。对，然后就会一直点，然后什么的。那看来你们，那我爸还挺小的，这么看。哦，原来如此，就是介绍过来就是看一眼。今天的发型，对，今天发型是外面人做的，为了符合拍照风格，然后就又做了一个这个角色，喜欢哪位角色？这个倒问住我了。哈利波特，我喜欢哪个角色？我感觉我自从知道自己是音院之后，我就挺喜欢露娜的。就是自从知道了自己是音院的，然后就会对音院的人。觉得他也就，哦，罗恩也很可爱，但是我喜欢小一点时候的
小一点时候的卢恩就是非常可爱。盲盒充电线，哎，盲盒充电线，反正我就不用伏地魔的了，太讨厌了。越电影越看到后面就越讨厌他，就是很看见他就烦。然后就那个充电线吧，就也不怎么用。对，确实可爱是可爱的，但就是这个角色太坏了。字好多，一直都没看《哈利波特》字好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嫌这个电影的台词太多吗？还是什么？赫敏有音乐，因为赫敏真的很聪明，就是他怎么说呢？你看，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聪明啊！你就聊着这来，哦，说的书啊，哦。确实，就是那个小说的这个字儿吧，有点多，我觉得会看着就会有点犯困。然后其实《神奇动物》我就一直看过，感觉我但是好像又没看，就是看了又仿佛没看，就也没怎么记住。然后二也没有看，感觉好像是吧，好像没看。反正就是我感觉等《哈利波特》看完，我再看那个就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啥。对呀，有二的呀，对吧？是的，是有二的。看电影老觉得剧情就，我感觉还行，因为我是看电影。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对呀，说起来德普，我还是喜欢他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对，她是真的很漂亮，我喜欢她演的贝儿。免费票，还能抽到免费票，你这个运气真好。年轻的小，那是在第几部来着？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哦，那。我之后得再继续补，我感觉就是重新大一点开始看的时候就能知道在说啥。塞德里克，哦，是那个幻院学长是吗？哦，这个名字老记串，是不是？是他吗？应该是他吧。年轻的校长，哦。对啊，我的这个现在算结了个痂吧，然后结了这个痂算是掉了吧，然后它但是还有一点皮，然后就，哦，拜拜，是吗？他们比较对对对，就是喝奇葩提的。然后我们今天去看了一家那个。就是有哈利波特联名的，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音院的真的是太少了，就他们师院跟蛇院的吧，就都有羽绒服还有外套棉服啥，我就特别羡慕，非常的羡慕。然后就是想让我花钱我都没有地方花，你知道，对对，就是好看的衣服还有那种款式啥的全都是那两个颜色，然后我就看半天，我就发现找也找不到。最后买了一个音乐的经典款的，因为我之前没有音乐的经典款，我都是诗院的，没有想到。对呀、啊，因为诗院跟沈院就特别火呀，所以说只做他们的，也不做蓝色的。对，因为是500度。巧克力吧，你姐买到了巧克力吧，我的天呐，我的天呐，我跟你讲，我这个之前去了两次都没有看见巧克力吧，就是他补货完了之后又瞬间清空，
然后呢，清空完之后说跟我们说等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们等了一两个小时再去那家店的时候，又一次被清空。我的天，我就真的怀疑那个店里有眼线，就是怎么可以做到瞬间清空的？然后我就心心念念的巧克力蛙就没有买到。其实我也不想吃那个巧克力，我感觉就是。感觉就是觉得吧，你看巧克力吧，买了巧克力吧，然后打开之后，你就是，哎，就是那种感觉，是吗？就是哎，被抢光了，新拿没有我，办法。玫瑰狗，他一个大男孩还戴蝴蝶结呢，戴波点蝴蝶结，对，你们天哪！下次人家那你们可边以让他把巧克力蛙拿上，然后那边让的你们看看，饱饱眼叫福。小姐姐你卷的头我也饱饱眼福，看一看。发，边拍了什么我就手先上不的发了，泡因泡为消就了，是其实感消觉了，但就是就想是还是有点等皮。那个照片出来，先发了照片下之次帮后，我瞅瞅，哎发了呀，照但是片去一之次太后麻还有烦了，几还有个疫人情，在就不要乱后跑。台呀、花絮什么对，后天就又有公演。肯德这种福发啊，型它的味我道跟平那个时一都样不吗？敢做，对，你拍们照都的可以让他带上，你们去看谢一谢看。玫瑰花，宝宝眼福，我要是看不到，你们就拍张照给我。你的头饰，嗯，对，就，是啊，然后嗯，不给单腿看，哎，你们俩咋回事？最近我因为也不知我道内本蒙来最近头的发疫就情很咋样了，比较毛感躁，觉最近一段时间我要也都是不在太头可能发回上面去了。不过本来也不做应这该种最卷近也不的回话，你去。就看不到我的，就全看到我的是头啊，顶，哎。看到我头不发过的还尾好，头。奶奶他们也不乱，不乱，不乱，好想戴一个不乱眼跑。镜，觉得我脸现在有点空。是啊，真的吗？内蒙最严重哦，真的吗？我不知掏出道。我很多年前买的一个镜框，那是224个可是这啊！个好像有点天呐，不太我的妈呀！配我今天的造型。他怎么还缠住了？哎，希望快点好吧，因为他们这两天最近一直还有在一个做那个飞链条。大型的，哎，里面有那么漂亮吗？看一下，天，对，我跟他说，是平人时工在的，小应该区不里面差。下楼也要戴口罩什么的。谢谢，主还要有我还想的是，我说过生日那会儿还有点想回去呢，周五但是是一这个么样团，子，不过还要忙生日然公演。后我今今天天有刚一把个编舞的钱同打给老师，事，好家伙，我同事，就是谢谢别来无恙的关怀。我这次周生日日换，周日换音就乐，是编了两首你歌，们可以猜一猜，没有跳过。然后，哎，我再跟你们说太多了，哎呀。就我是，然后，看我今天不搭呀，就编了两首，然后我应该戴那种圆一形的。首编啊，我说的我回来配眼镜，结果是搞忘了，歌曲，还是我一一早首就编的也是听歌这个，曲，你看是不是很我精的，彩？编的都是歌曲，是不是非常震惊？这个可以，都是歌，太精彩了吧！哎。居然都是歌对呀、啊。曲，你说多么难得啊，这件事情。什么？我不说，你们猜嘛？对吧？大家我一不定说，要你们猜。期待那两首歌曲，嗯，是吧？哎呀，好了，应不该要再是。抱什么期待了啊！反正对对对，我很不着要急，期然待，后我妆花了，反我正妆是两花了，首你们歌看我曲鼻子这啊。一块都是红的，这是不正是不框，是，就没是有跳关舞系。的，大家千我万只不要想觉得是原戴创一歌个有曲。镜我原框创的头歌曲发，我因没有为想要说为反了正我这生日边去赶紧编一就个，感我觉真的那懒样掉子我眼会想不镜，到我什眼么东睛感西。觉都撑我现在就只红有了，舞怎么蹈回知道事？了该跳什么。生日公演应该就在12月吧，我今天我想还刷在到生就日月是份办，有一嗯，家国内反正有实然体店后。的眼镜店，它有那个玉桂到狗时联候名定了眼日镜子框，的它话那个跟镜你们框里讲。有玉桂狗，就很想去配一个。感觉我这些歌吧，
嗯，哎，算了，我再说就说的有点多了。嗯，那个牌子叫什么？我忘记了。对，希望那个时候可以。没有，大家，我都说了，我花钱找人编舞的。没有啊，没有自己编，没有。谢谢方伟标识的十个大闪。我一般就是。没有哦，而且没有。是吗？单位不放人，哎，太惨。而且我觉得我生日公演的这几个歌吧，还挺适合现场看的。就是说，嗯，哎，算了，不说了。没有，这个不是安利，我是个人觉得那个歌很适合，你知道吗？就是现场会更咚那种。这么一看，居然还有点顺眼嘞。但还是希望那个时候疫情可以那个好一点。我跟你们讲，我今天还看了射手座的运势呢。哦，嗯 ，Alex 的宝藏果，我会读。然后射手座的运势说是，哎，说什么来着？哦，说就是说我这个月。这个月上旬跟中旬，事业运比较好，但是，可能好也应该是正常吧。然后就，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说，如果养宠物要注意宠物的健康。然后我心想，哎，还好我没有养宠物。不过射手座的大家，如果你们有养宠物的，就。记注意宠物的健康。我都觉得我牛坏了，我又觉得我不能再打下去了。结果有些时候，你们知道吗？就是可能跟哦，你们都很健康啊！你们怎么默认为你们这样？你怎么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哎呀，嗯、不用把自己默认成宠物好吗？太卑微了啊！不要这个样子。单排，其实不要这个样子。你们谢谢松鼠轮子的大闪。但是如果、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嗯再打，我觉得爽。哎，你这个讲话太极端了吧？啊，什么？不是在为，哎，大家这个啊，身体都很不错。就是我那会儿看了星座运势，但是就很莫名其妙，你们知道吗？很不错的啊，不过我感觉我好像就不知道为什么看星座的时候不太注意财运这些。就我经常，我一下子应该注意一下，因为我总觉得他们讲的财运可能跟我没什么大关系。因为人家的财运就是说在公司上班怎么怎么，但是你说我们这个又不太算是正常的上班，所以我每次到财运我就跳过了，我就不看了，我感觉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特殊情况呀，这个属于，然后就没有怎么看。买彩票，你们买过彩票？我开了定位啊，其实我自己没有买。我开了射手有财运，那你怎么被开了？嗯，我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多的啊，不是，那也没有，那也这句话也可以适用，就是说你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这儿不留爷，爷去下一处。你看就是这个对吧，咱过日子过得不舒坦，咱就离开。我真的我过得舒坦了，我们就继续干；不舒坦，我干嘛还在这受气？我干嘛还在这留着呢？对呀，我就是要啊，我就是要这个牛一次，然后我就要换一个自让自己舒坦的地方。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工作，如果你要工作一年，然后你就要受气一年；工作个两年，你要受气两年。那你干嘛要让这两年都用在受气上？你还不如去找一个新工作，你去快活两年。相信自己，还是要买了彩票立刻就看了哦，怎么样啊？你这个彩票，确实是吧？嗯，也是，但我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以前玩暖暖的时候跟你们对对对，就时间嘛，不要不要。对你这个，你这句话说的好奇怪，酸姐真男人，哎。哎，你这个形容，哎，怎么听这话听起来这么奇怪呢？还有李波特，说实话，下次可以试一试。
怎么又是姐又是那啥的啊？你们这个话说的真有意思啊！没有味道，要洗过的脚。你们都是反着叫的吗？就比如说，如果是女生，就是、你们就叫她什么哥真女人这样子，是要这样吗？你们是这么玩的吗？最近来一个女生，然后你们就是要这么，然后男生你们就这么说，是这样的吗？就比如说，谢谢 DYS 的大傻，什么秋哥，什么名字啊？你们起的鱼哥，谢谢咪咪木的，谢谢咪咪木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笑死什么？你们这个，你们这些都是什么名字啊？天哪！是吧？但本人就作证，我没有吹牛，我没有吹牛。别的游戏我就不没有，就是觉得有一种，但是也可以来，有一种就是班里面同学给同学起外号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就是很有意思。我只会用手。王哥，哎，我这副样子，你还再叫我王哥，就有点不太对了吧？啊，我都这样了，你叫我王哥，我手会怎么可以你认真的吗？加多少？你不要叫我王姐，别叫我王姐啊！听起来我好像年龄很大呀，虚。不许叫我王姐。哎，我让你们自己用脚，没说用我的脚啊。谢谢不不不不不不不的大山。今天拍照的那个人就叫我老王，因为我的网名叫老王。我跟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你可以叫我老王。然后他就一直在说，哎，老王过来拍，老王什么什么的，老王老王，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叫老王就很奇怪，也不是奇怪，就很新奇，然后他觉得很搞笑，然后笑了半天。王姨，哦呦，你这个叫的，之一吧，蛮有气势的，就很多很多那种，反正。在想，反正我可以自称老王，你们不可以叫我姐，也不可以叫我阿姨。我就在想，我就准备还是定一下那个网上有一个制服牌子的一个袍子。好像全都也没有，他们说应该大部分叫我富贵吧？之前等太久了，我说没事，正好我等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环球影城了。我的计划就是在大概春天的时候去环球影城。妹。算了吧，大家，我是上个世纪的人，你们叫我妹，然后你们还说啊，我一个零零后叫她妹，真是。握手会都拖了好久了，而且这次还不是大。啊，我没有拒绝，叫王阿姨，什么时候？这种时候我一定会挂掉电话的。哎呦，奇仔这个吧，其实我觉得要放到小学的时候，觉得这个会成为我的网名，就很火。叫风笑。假假。天津人要叫姐姐，类似兔姐姐。谢谢先生。类似兔姐姐。对，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吧？天津话就是叫姐姐。来看是吗？大家希望可以顺利出来。类似兔拜拜。哎，我今天在商场里还看到朱奇墨。朱奇墨，你们知道吧？朱奇墨的那个。广告板子，我说哇，现在真的脱口秀好火，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对周老板的这个对广告牌，不是真人啊，就是对，然后他们脱口秀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吧，就有点像，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写着效果脱口秀，然后卖着周边什么的，就我拿成一个没有看口罩，然后就是卖着效果的。这脱口秀的周边啊，那些的这那的，然后它上面就写，就是在周老板的那一栏，然后它上面就写的是，微信上什么大部分人的地方叫就是都来自冰岛，那么冰岛到底有多少人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看到冰岛就很想笑，哎呀妈呀，他们应该不用总选吧，但是他们需要。比赛就是就那个什么，7月去上海线下看了 rap 和秋瑞，哇，你们怎么抢到票的呀？我也很想去看，
哎呀，但是感觉效果都会很难抢，而且每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抢，而且之前本来有一次要抢，就忘记时间没有抢到。天哪，找死我了，找死我！因为是我家，嗯。羡慕、就是，我也很羡慕，我也很想看看那个效果的脱口秀。我就必须得戴这个口罩。现在长津湖还在上映吗？让你们感受一下它有。感觉它已经上了蛮久。啊，是随机掉落哇！随机掉落这个词，一听就不像是会降临在我身上的样子。我一开始都担心我不能戴。随机掉落。真的。对，这种真的要看运气。挡一挡还挺正常。啊，然后我今天还看见就是那个什么开放麦报名，然后什么什么，我当时还以为是，哎，我当时还以为是看开放麦当开放麦的观众报名，然后差点要扫那个，然后一看发现哦，是那个要作为这个参选者去当这个去说这开放麦啊，我说啊 这样吓一跳，差点咱啊。哦咱差点就扫错了啊，咱差点就那啥了啊，一个那个什么的突然之间的这个报名，然后对一个已经有经纪公司的人去这边报名开放麦，真的是不想干了。对啊，这蛮有意思的。对啊，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就是以为我是去当观众的，然后一看，哎，好像是那个那个什么的，嗯，好像上去说的，不是台下坐的。我说好了，那就算了。哎，不过那会儿说起来，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嘛，我就想到之前在直播里一个人讲半天，然后。就在想，那我们直播也算是吧，真的哦。只不过我听不到你们的笑声，你看你们现在笑，我听不到你们的笑声。感觉这个加强针也就就是、哦，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哦，不，没有让你们现在笑啊，我们没有让你们现在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直播这种形式也类似像是一种那样子，只不过没有现场的那样子的气氛。我的第一针和第二针，哎，你们也别哭啊！对，在那个泪腺突结节，不要哭，不要哭。哭什么哭呀？明天要上班嘛，你们就哭。谢谢酷肉肉的糖果。因为我手短。哎，你们现场也不笑了，你们笑点这么高啊？好吧。看来只有我笑点比较低，因为我今天看见那个，哎呦妈妈呀！谢谢木木阿腾呀，阿鹏呀，阿腾阿鹏呀啊、哦！谢谢木木阿鹏呀的万圣夜，谢谢你的万圣夜。这还可以用健康云预约了。哦，就是说，对这个头发怎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今天做了一场实验啊，然后呢，这个实验失败了，然后就是一下子一整个这个爆炸，然后就。实验失败了，咱就把这个头发扎起来，嗯，为了不吓到大家。其实他本来就是 like lion 这样子的，嗯。但其实头发都是。对，就是做什么实验呢？做，哎，不跟你们说了就。电竞少女。天天被领导骂，怎么这样啊？这个领导为什么骂你？他是怎么了嘛？他是咋的了？他是给你找你们撒气嘛？对，就也不是触电了，就是在发明。谢谢木木阿鹏呀的糖果。就是突然一个特写，哎，我眼睛。来，肯定是球球不认真工作。就开始大发明了，哎，这么说，发明，但是参与这个口袋四八发明这个项目，对吧？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聪明才智一向就是肯定是不可以屈才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参与这个口袋SPA的建设，就是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的时候呢，而只有我参与了这个口袋SPA的建设，然后就一个镜头的上面，然后跟我对打的人那个对，所以就是 bug 都是我写出来，不是什么 bug 都是我写出来的，就是说啊，有参与了这么的一些，你看，就是本来说我们要制造一个那个 AI 代王出来的，对，
就是 AI 代网，就给他变成一个美女，然后代网也可以上公演这样。但是呢，在制作这个代网脸的过程中呢，由于他的这个包子脸太肉，然后啪一下炸掉了，你知道吧？所以说炸掉了之后，头发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说就是，对，他有点概念有点类似这个某女团啊，所以说就这样，然后就导致个代。然后一整个失败，完了就炸成这个样子，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制作了。对啊，我之前就 cos 苏沐橙，你们不用艾特我不可他，能 cos 我这不是就已经在了吗？烟雨战队那个女队长叫什么来着？榜三头像是个我美女，看一下谁呀、烟火，这个没看。头像是谁呀、啊？妈，是我呀！算忘了，哦。有人记得吗？不是，因为我感觉这个照片有点陌生，感觉它环境有点陌生，然后就啊，是我，是那个御姐，不好意思，没认出来我自己，嗯，那个大姐姐。对不起，自己不认识了自己，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发型，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哦，对，是今天，哦，对对，是今天早上拍的，是今天早上做头发之前拍的，就是今天他问我你想做什么发型呀，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啊，那你是这个的，我说哦，那我要做什么？他说啊，那你做个卷吧，然后我就做了个卷，做了个卷之后，我觉得我太像狮子了，我太蓬松了，然后我就扎起来了。什么？我现在造型像个女程序员，是吗？现在程序员就是都是这个发型吗？我都好久没看了，在糖水店哦，没有，在糖水店我没睡。确实，我也我觉家得对后面的故事好冷像脸就是很，有那种短片吧，但是没有写很多，我记得确实，我觉得，好像有番外。这个因为每天你看，我觉得留这个发对，型是发很型正很常美的，因为每天写程序、写代码什么的，你看感就觉是很头神发秘都会感，在然思后考、思考、思考、思考，就人就思考弯了啊，不，头发就思考弯了，是吧？然后，所以就谢谢两只小猪猪的亲口背的恶魔头饰。就很喜欢这种群像做的很好的作品，对，就是每这两天天都把在这个试。口我觉袋得他以一后整可以个这样改，子，群像就做的很人的好。头发、我好像头看到一个发，那个短然后片就的会话，思考，就就会是那三个人组嘛，思想，然后就他里头设定三人然后组就这样，就是对那个斯内普教授的印象，然后前面几个就是前面几部就是很嫌弃，对，要把但他是们所去以我死，然后最大后概那明部天洗个你是我头，们最好就的教会授，再把这啊，老个天啊，他头心里的发名字。变成直发。是这样的，嗯，我感觉全所职的以时我代觉里得面，你如们果平请时到学这种习天生也一就定是要美学女成的我这学个生，样我子。觉你们的头，你们只有你们的大脑，一哎，定就是在在教高室速找运个转，女在明认真学习，你们的发丝慢慢才会变成这种自来卷毛。对，你们想这样，我知道你们想这样，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我小就算时是候看的工时候也作这也样，要但学长大了，习，说实话，就活印象到就比老较，学到老，就是你们就不受学，限在我们天共生自来性卷，对那于你就角色不的学，认你知，把自己学直，我就很喜欢他。然后你就不往学回你的看头的发时就候，变直，就哎，但是如果你学了，你头发就会变卷。太难了。谢就是谢木木阿鹏呀的万圣三重夜，鉴别，谢三谢重你的鉴万别，圣夜。打三份工，太难了。漏，这就跟我们你小时候看，进入六宝你的时候。平翘舌音，确不是？你平翘舌音都说不一好，定的，你我还们在是这这么跟我认真说的。什么？还漏，真的我那是，天不是还你写这了就一是个个那个漏什么，网之鱼。你这个，我的音乐对，挺是好的，傻然后瓜，他总不能结这么在我说话，班我们里要面说看我 no，呀，我才看到一半。要非常认真的来对，别 speak 这露个脸。English，我们就要说 no 就是 no。漏就是漏，我是打要一份说工，漏，不说凤凰漏。兽打一份工，那个凤凰兽打一份工，那个食死兔的打一份工。对，就是啊，是为什么带主语什么意思啊？八字，no 就是这幅画 no 的名 no 字就叫 no，八不字。是 low no no no，对。啊，那个不是所以平你翘舌会被吗？叫做二啊，那不次元，是，你看，好久哎，没有看了。就是平翘舌，你看，no，你看我的舌头是直的。我感觉我最近5年可能看漫画的时间六，比动漫做什么都长，因为漫画可能它更需要有的时候有一天然后沉下去看。对不起，哈利波特的电影，我前阵子就看了，前阵子就看了。
没事，把自己卡住。我正常一点。就是说啊，是这样的，我是说，你看你们说，不是是这样，我刚刚本来想说的肉，不小心舌头太卷，然后不小心有点啊啊，就是这样的，你看，你们现在讲 no。那不就是舌头是直的吗？但是你要说 throw， 那不就是卷的吗？所以说这就是平翘舌音啊。throw 是 low 是翘舌啊，然后 no 是平舌啊。对，这是王老师的这个讲课，你们就是要听我的，我都说的是对的，这就是平翘舌音啊。 no 这个你看一听就可以听出来，就是聪明人都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不聪明的人你们都这就是你们的知识盲区了。嗯，然后整个一开始整个画面就很对吗？就是你们一定要就认真的听课，你们不要老跟老师唱反调。老，你觉得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喜欢总跟自己唱反调的学生吗？不会 ，no， 嗯，所以说你不要跟我唱反调，肯定就 no， 不能唱反调啊。就是不会，都不会啊，就是一定会，就是会想办法。想办法就是教给你正确的方式。所以说啊，你们还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可以就是问我，你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想答案。嗯，不唱反调就是不会吸引老师的注意，老师只会让你去外面罚站，然后就你就是会是一个老师看了都要斜眼这样子看的学生，你不会想这样的吧？你说上课的时候被老师这么看一眼，你觉得心里舒服吗？不舒服。我被老师这种白眼就非常难受。嗯，老师会让你去外面站，这样就不会看到。谢谢瑞士。怎么转班？转班，你怎么想转班呢？我这个老师教不好，我是全年级现在最好的老师，因为只有一个年级，你没法转班。哦，我看到马尔福的演员的那个什么，谁要转推？你要转班，转班就是转推，你怎么要这样？你好大的胆子！啊，瞪你，哎呦，什么要求？这不是歪理，哎。是个什么？哦，是个那个格兰芬多，我刚是不是说哈利波特？哎，我在说什么？就，哎，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英语好像也是一个错了，是吗？我们这就是有错吗？我们学的好，难道就是不好的吗？这是什么歪理？你看，现在这就是你们现在开始跟我唱反调。软件课不好怎么办？软件课不好，那你就想想你现在在用的东西是什么，也是个软件吧？你是用的口袋四八也是个软件吧？然后你在软件上有什么不懂的，你去问那个代王。你说代王，我在上软件课，我有很多不懂，你能教教我吗？代王，代王肯定会很乐意帮你的。对，你就去找。第一个什么数学，数学这样吧，我先让你们算一个最快的一个这个，考你们一道数学题，好吧？我考你们一道数学题，不是，你们先不要答，我给你们，你们要先赶紧去思考一下。99加一除以二减三。等于多少？开始逃亡，包括可能47。哎，你们先别打，等老师说出来答案行吗？就是整个
你们能不能先让老师把答案说出来，然后你们再发？可能就是人的眼睛没有办法捕捉到。真无语。要看文字呀。然后我们现在再出一道题，我们现在就是练自己珠心算的这个速度哈。这个是魔法史的问题吗？60×2·18。史密斯是吗？是死在史密斯。102。嗯。史密斯无死。哎呀，就是你们一定要等。哎，我算对了，就是你看，你们一定要先等老师说完，然后。维斯莱家，就可能纯血家族里面最喜欢。不是，我这个算还是很快的，我再出一道题，就想题也是要脑子的，好吧？但我说实话，他魔法师有些你认真看的原著，你也70×2·77。就那种很烦的那种老师的感觉，那种出卷老师就故意不想让你拿满分。谢谢海宁宝的头饰，谢谢风筝宝的头饰，谢谢鸡腿宝的头饰，好多头饰。57。什么？哎。谢谢何处是归鸿的63个大神。78，不好意思啊。哎，63，哎，到底什么？63。等一下，我刚说的题是140·77。等一下，长信宝的头饰，东阳春人宝头饰，13，那就是四，然后被点了个点嘛，然后点了个点，那就是300·3·7=50。53还是63？哦。那是我记错了，哎呀，就是，我是要说63的，就是那个三，我为什么会记成是七呢？因为我那会儿不是，你看140，它那个0·77，它不是0·7=3嘛？那我就是不小心把这车变成0·3=7了，我就是变成这个，就是我一下忘记我是减几了，我可能记成我减的是33，就是忘记减的是七，而减的，但我真实减的就是我近视啊，我近视两边差的有点多，我自己吓一跳，只是忘记了，就是8+7=16，不，8+7=15，你看。这位同学你就算错了吧，就需要老师来告诉你8+7=15。我那天看一个，你是怎么会，你这么笨是怎么会出现在这个班级里的呢？你五官不够立体，告诉我你是不是托关系进来的？8+7你居然等于16，你为什么，你是不是走关系进来的？8+7=15。小时候右眼被同学来了一下，别走了。对，你们别翻问号了，等一下。你们还这让我产生自我怀疑，你们这也太坏了，这帮学生。我来再来出一道题。可别嫌我说的难啊。7×7·77。但是好像等于零。我两边就是眼球就有点不一样。我之前摸的。我在说什么？有一边要稍微。怎么了吗？可能要更。这不是算很快吗？我这。倒不是不一。不是大小不一样，是就是那叫什么？欧云，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老师呢？摸起来的。谢谢两只小猪猪的亲口碑的大神。我说的不对吗？不许上厕所，我的班里面不许上厕所。你要敢出去上厕所，你等着吧你。哎，我怎么还变恐龙了？这个、不许上厕所。哎呀，这是谁呀？
我说这是谁呀、啊？半个小时，你可以加，你加一个，哦，对象，怎么说、啊？今天还没你没老师这个上岗啊。老师这个上岗，我可认真跟你讲，上岗我教学生从业22年啊，我什么班老师提出，我见过有学生敢这么顶撞我的，好了，就是啊，好了，我卡了吗？我没有卡。你莫不是取关了？我没有卡。你绝对取关我了。你现在能听见吗？现在网。我喝口闷酒。我没发现，我怎么发现呀？我又不会去查谁取关我了。谢谢巧克力。